提娜里和克莱嘛，还有迪西亚和坎蒂斯，我们过去和他们打个招呼吧。分工都清楚了吧？接下来就是分头行动了。另外，我还是再提醒一次，大家多留个心眼，千万别被他发现了。哎呀，这你就放心吧。对我们佣兵来说，秘密可是比生命还重要的东西。我认为，应该还不至于发生这类情况。 打比方了，打比方，你懂我的意思。我还是有些担心，倒不是怕自己说漏嘴，是怕他如果冷不丁出现在身后，而我又没来得及发现。大家好呀，你们在这里聊什么呢？我不知道，什么都没聊，我绝对没藏什么秘密。冷静点，克莱。 旅行者和派蒙，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你们。哎，是你们，吓死我了！简直比上课开小差，发现缇娜里师傅站在我身后还吓人。二位是回须弥来参加花神淡季的吗？嗯，一想到节日期间会很热闹，就回来找朋友们一起玩玩了。的确。 听老师说，教练院今年也做了许多筹备，打算给草神大人过一个空前盛大的生日，也算是对曾经教练院种种过错的一个微不足道的补偿吧。嘿嘿，那我们算来对了呢，这下好玩好吃的肯定少不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你们刚才在偷偷摸摸说什么呀？什么秘密不秘密的？来，你俩过来。 我悄悄跟你们说，我们打算为草神大人准备一个惊喜。哇，生日惊喜！这还是迪西亚提出来的呢。我也是和迪娜泽代聊天时偶然想到的。每一届花神淡季的活动都比较类似。 总觉得该来些不一样的东西。迪娜泽代听完觉得这主意很棒，我就找上其他人，大家一拍即合，立刻组织起来了。既然是惊喜，知道的人自然越少越好。更何况对方是那位智慧之神，稍不注意，恐怕就会被他发现端倪。哦，也有道理，所以我们要一直这么小声的说话吗？<笑> 总之，我们只通知了近期恰有空闲的几位朋友来准备这事。具体要做些什么呀？听说草神大人喜欢糖果，我们打算从这里入手。嗯，还准备在花车巡游之后请他吃顿生日晚宴呢。所以期间桌什么的肯定也少不了。具体的设计交给卡维了。现阶段我们只需要购置些食材和装饰就行。对呀，听都听到了。 我们也想为这份生日惊喜出一份力呢。哎，我记得坎迪斯，你刚才说想要个人帮忙一起采购，这不正好吗？嗯，我担心自己在沙漠待久了，对这边商品的价格和品相会有些生疏。若是不麻烦你们的话，不麻烦不麻烦，不如说恰好能帮上大家的忙，对我们来说才是惊喜呢。 哟，派蒙真是越来越会说话了。那我就承蒙二位的好意了。那就这么定了，装饰交给我和迪娜泽代就行，宴会场地拜托缇娜里操办。哎，听得我都激动起来了，快开始吧！一起为纳西达准备份了不得的生日惊。嘘。哦，对，兴奋的差点忘了，保密要紧，保密要紧。
今天的奥莫斯港闻上去香喷喷的，连海风的味道都要被压下去了呢。听说这里是花车巡游的终点，很多商家提前布置摊位，自然会比平时更热闹些。阿如村最近也来了不少商人，大家都在准备过一个难忘的花神淡季呢。嘿嘿，看来不愁买不到东西了，砍价这事儿就交给我们吧。好，那就我没事。抱歉，让你们担心了。我们先去那家店订些东西吧。哟，欢迎光临，客人想吃些什么呀？想订一些花神淡季当日的小吃，大概在花车巡游结束后来取，到时候能帮我提前做好吗？外带的预订单是吧？没问题。您到时候要吃些什么？马萨拉芝士球和土豆船各三份，绿汁脆球10人份，咖喱虾也要3份。稍等我记一下，土豆船、绿汁脆球，啊，没问题。这些食材都管够，客人还真是大手笔啊。买这么多的话，请问能便宜一些吗？当然可以。我算算啊，一共29000摩拉，打个折，算您26000怎么样？20000摩拉可以吗？这多少有点为难我了。花车巡游当天，我这儿的客人也不少，食材也得专门为您留一留。这样吗？那我再加5份萨巴桑炸饺怎么样？能再便宜一些吗？啊，这样的话，我最多给客人您打到8折。好吧，那就8折，辛苦您了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总感觉坎蒂斯比我们还会砍价呢。另外，哦，客人还有什么想要的？没有了，只是想提醒您检查一下炉火，用的久了可能会存有安全隐患。哦，谢谢客人关心，不过这是我今天刚换的一批碳料，绝对不会。您没事吧？啊，没事没事，谢谢您。哎，真是奇怪，是不是鼓风装置出了故障？的确有可能，前阵子也出过类似的事。我才换的鼓风。炉子的问题可以晚些再排查，您人没事才是最重要的。要喝些水吗？我身上有带。不要紧不要紧，也是客人您眼睛好，要是您今天早些到我店里提醒我，说不定就不会这样了。总之我今天就赶紧修修这炉子，不会耽搁您花神淡季当天的订单。还是身体和安全要紧，您慢慢来，定金我就放这儿了。好，客人您慢走。哇，刚才真是危险呢，还好坎蒂斯你反应快。或许是冥冥之中的感觉吧，我说不清。啊，接下来去哪里？希望是个没有炉子的地方，我真被吓得不轻。去买些水果吧，
在制作糖果时会用到。好，我们也好久没逛奥摩斯港了呢，顺带买点其他东西吧。我记得水果摊就在那边。坎蒂斯，你没事吧？危险！啊，没受伤吧，孩子？没事。谢谢大姐姐。发生什么了？那边的箱子突然倒了下来，还好坎蒂斯护住了这孩子。你父母呢？他们在港口的酒馆，我一个人无聊才……已经没事了，亲爱的孩子。下次玩耍时注意安全就好。快回去吧。好的。这是谁家的箱子？是我的。都说了不要在道路周围堆放重物，怎么还在犯这种错误？抱歉，最近货物稍微多了些，仓库不够放。我这就处理，下次再也不放了。谢谢你们，都怪我监督不周，要不是坎蒂斯小姐，还真不知道事情会变成什么样。举手之劳罢了，夏姆先生也不必过于自责。我很能理解守护一片区域的不易，只是节日在即，各处还需要您多多留神。这花神淡季期间，还真是有几只眼睛都看不过来。请别误会，坎蒂斯小姐的提醒我已经记下了，一定注意。几位是来采购的吗？那我也不再叨扰了，祝你们节日愉快。坎蒂斯，你动作也太快了吧，总感觉那箱子还没掉下来的时候你就冲过去了呢。那其实我当时的确看到了那箱子掉下的未来。你的意思是你预知了未来？包括刚才炉火的意外也是，我看到了将要发生的事。我不觉得我的琥珀色左眼有何特殊之处，以前他从未让我看到过什么奇怪的异象，但从今早开始，我时常看见某些画面，它们与现实不符，却在几秒后真真切切地发生了。你有告诉其他人吗？还没有，我尚且无法确定这是否真是预示，也不想让大家担心。回忆起来并没有太过特殊的，我同往常一样安排好一日事务，向神明做完祷告就来见朋友了。实在要挑出些不寻常的话，大概就是我在路上买了一块好看的宝石吧。的确挺好看的。你也察觉到了，这宝石中似乎蕴藏着些微特殊的元素痕迹，我也是对此感到好奇才买下的。难道说这些玉石是宝石的作用？有这种可能。来，你拿着宝石试试，看看能不能感觉到什么。看来也不是对每个人都有效果，难道需要某种条件来触发吗？还是说与我身为阿赫马尔大人的子民有关？要不要去找其他人问问？最近大家都忙于置办花神淡季，不到万不得已，我可不能因为这种小事打扰朋友们。刚好这两天分配给我的任务不多，我自行调查就好，这也是一位守护者该做的。那就再好不过了，
有你在身边，总能让人感到安心。就像夜晚的篝火旁有人陪伴一样。先将采购的工作做完吧，再之后就去打听打听关于这块石头的情报，至少得从商人口中知道它的来源。说到商人的话，我们不是正好认识一位消息灵通的大商人吗？虽然从他嘴里要情报可能会花掉包里不少魔蜡。是说那位多利大商人吧？我在阿如村也早有耳闻。没错，就是他。不过多利那家伙对魔蜡可是很敏感的，坎蒂斯你和他谈价格时最好下手轻点。你要的货，放心吧，都是好东西。要不要再顺手带一份桑哥马哈巴依老爷我新进的好货呀？啊，不要吗？慢走不送。多利，哎呀呀，瞧瞧谁来了。是我的两位大客户，还有，你是阿如村的守护者坎蒂斯小姐，有劲，有何贵干呀？我可没在沙漠进行任何不合时宜的买卖呢。您误会了，亲爱的多利大商人，我们此行是想来向您打听一个消息。哦，是要买情报啊！欢迎欢迎，我最喜欢做情报生意了，带在身上不累，卖给别人翻倍啊！不，还是免税，免税。我今早购入了一块有些奇特的宝石，商人的名字我写在纸上了。我想向那位商人打听一下，制作这块宝石的工匠是从哪里得到的原石？是找人的工作呀。这可有些麻烦呢，总觉得要花掉不少魔蜡。当然，也可以省去找人的环节。如果万能的多利大商人能够直接打听到来源的话，我也愿意支付这笔情报费。找人倒是一点不麻烦，就是赚的少些。刚巧我有几个熟人平时也加工宝石，随口问他们一句，应该就能搞定。哎呀，瞧您说的，可不就是为难桑哥马哈巴依老爷我吗？这类消息源都是商业机密，打听起来费劲得很呐。请您开个价。哎呦，痛快！那等我算算啊，跑路的车马费，加上给别人送礼的费用，20万魔拉。怎么样？好贵！实在不好意思，这价格稍微有些超出我们的预算了，能便宜一些吗？好吧，阿如村是个有人情味的地方，这个面子我可以卖，你开个价。50000魔拉吧。
怎么了？这类型的情报在沙漠一般就卖这个价。不卖，一只简直亏得我身上的眼镜片都省不下来了。哎，绝对不卖。这样吗？真是可惜。那3万摩拉怎么样？怎么还往下砍的呀？3万摩拉，外加您的商队到阿如村拜访时的食宿安全保障，还有一些杂税的减免，如何？不是，等等，阿如村最近的确充满商机，如果借此得到守护者的庇护，还能行些方便的话，倒是一笔不错的交易。哎呀，坎蒂斯这家伙，该不会是想顺带为村里招揽些贸易吧？哦，真是可怕的女人。好吧，桑哥马哈巴伊老爷考虑了一下，这一次的生意就不计成本了。3万，就3万。真的吗？不愧是须弥第一的大商人，您的眼界和气度非比常人。那是当然，谁叫客户是阿如村的守护者嘛，重在结交朋友，这买卖就是亏本我也得做。那不如……停，3万，说好3万了。哎，到时候随便请那宝石商人吃掉500摩拉的路边摊吧。收集情报也要些时间，你们明天再来找我吧，跑这么一趟可不是什么轻松活。谢谢多利大商人，真是帮大忙了。旅行者，你们刚回须弥，接下来不妨借在奥摩斯港多逛逛吧，购置的物资交给我来安置就好。真的吗？总觉得有些不好意思呢，我们也没帮上太多忙。请别这么说，倒是我还要麻烦你们随我一起调查，这才过意不去呢。你还是一如既往的崇高，愿神明保佑你，亲爱的旅行者。多利大商人也是，愿您此行顺利，我们明日再见。再见，慢走不送了啊。